屌，大熱係一。啊、好啦，入去走嘅時候咁啊，前面快啲嘅馬見到中間位置就共創歡樂啦，喺入邊藍衫咧，仲有幸運時代啊，埋邊兩隻黑衫打緊邊是勝意內欄，黃衫紅眼罩馬主星輝最出嗰只非常堅響第五位啊，中檔第六位係金魚字橙色帽嘅內欄紅眼罩啦，咁啊仲有啲人民武傳奇啦，後邊嗰五匹馬任我行啦，扎西德流響尾四啊，尾三位置係雙白旗，咁啊暫時墊後兩匹馬神亮金剛響尾二個位置包咗落尾，係嗰只川河寶區嚟噶。好啦，轉呢個滿貫灣過千二米嘅段處，前面方頭係呢只幸運時代啊，外邊非常堅咧就走咗上去，中檔嘅第三位有時勝意啦，內欄第四啊馬主星輝，中檔第五綠色衫就係共創歡樂啦，再後邊嘅馬內欄跟住嘅第六位到啦，咁啊仲有呢只文武傳奇啊紅眼罩啦，橙帽第七位就係嗰只金如意啊，再後邊嗰五隻啦，咁啊有呢只任我行嘅黃衫啦，紅衫響外邊啊扎西德勒啦，後邊三匹馬雙白旗啦，神殿金剛響尾二啦，神亮金剛響尾二。包咗落尾嘅嘛，系川河堡區啊！好啦，對面直路嘅中尾段啦，前面就幸運時代坊，咁啊見到外邊啲馬冚咯，有呢只共創歡樂走上去，咁啊外邊位置仲有任我行，咁啊中檔有時勝意非常堅，內欄第六位馬有呢只馬主星輝啊，再後邊嘅馬仲有文武傳奇，出邊淺藍帽神殿金剛，內欄尾四雙白旗，後啲嘅馬金如意扎西德勒尾二包尾川河堡區，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前面幸運時代佔先，中間仲有呢只共創歡樂啊，外邊任我行上。跟嚟，再喺內欄位置，仲有馬主星輝啊，後多陣嘅馬，外邊追，仲有文武傳奇，馬林中間雙白旗，最後二百米到啦，透出嚟呢只共創歡樂啊，外邊有任我行，兩馬中間雙白旗追緊上嚟，入邊上跟仲有馬主星輝，最後五十米到，雙白旗喺埋邊穿咗上嚟，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二名，任我行，共創歡樂第三。第四名係嗰只文武傳奇啊，咁啊結果十一號呢只雙白旗，上次咧就靚檔莫雷拉咧就冇喎，今場馬燕自家報名，結果食尾糊啊，任我行跑翻個第二，第三名咧係嗰只共創歡樂，咁啊第四名咧係嗰只文武傳奇啊，全部都係零比。今晚馬房啊好有噶啦，博利時馬房食埋個尾糊啊，今晚起個馬雙白旗，李寶利。